主料、面条、辅料、小番茄三个、紫菜、菌瓜、鸡蛋一个、香菜、火腿肠一个、油、猪油、盐、蚝油、醋。准备食材：菌菇、小番茄、鸡蛋、火腿肠、香菜、紫菜等。倒油先将鸡蛋打入锅里，大火翻炒至鸡蛋变色、捞起，然后放油煸炒小番茄出汁。出汁后依次放入菌菇、火腿肠，继续翻炒至菌菇类变色，加入适量清水，水快来的时候加入面条、盐。如果没有时间看住锅子，就滴一滴香油，盖上盖子，再次煮开后加入紫菜、猪油、蚝油，少许醋即可关火，最后盛起装碗，加入香菜、鸡蛋等装饰，开吃了。烹饪技巧：煮面时不要等水开了再下面条，这样会煮出硬性面。正确方法是在水开前一到两分钟将面条下锅，也就是水面冒起水蒸气的时候，这样煮好的面会更筋斗。煮面时爱扑锅，这每个人都知道。通常我们要紧盯面锅，非常不方便。如果你在煮面时向锅内加入少许香油，这样锅就不会扑了。而且由于有香油的存在，煮好的面条捞出后也不容易粘连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